盐、碘很长哦。逆回去哦，就行速的动作，再滑动过来，再滑动过来，再口，这个口又缩到下面窄到不能再窄了。我其实这个收的都非常窄，然后这个细瘦硬又有弹性，那翻起来按下去，然后这边比较接近细瘦的，这边比较圆劲的，然后稍微有点弧度勾起来，里面的口要。那笔画做好啊，不要想说太细，随便做就好。好，